抢先带来关心新闻焦点。台电核二厂二号机再转申请，原能会经过一个月审查，确认符合再启动要求。台北国菜市场连休三天，引发菜价崩跌疑虑，农委会启动调节机制，防止周四开市菜价下跌。中共两会召开，总理李克强谈到军费年增8.1%，专家表示实际军费可能超过2倍。奥斯卡颁奖典礼今天登场，盖瑞·欧德曼、法兰西斯·麦朵曼分别获得男女影帝。更详细新闻内容，请锁定新唐人亚太晚间8点新闻。